今年过年肯定的呢，这不是平凡的一年。感到太太走一辈子的太太，好不容易后一辈子走了，感到非常的难过。小学六年级毕业，我毕业那年最可怜的，我那咱学习还好，就是班长在班里，一直当班长。那人家分天没去上学，老师说咱们上学，现在生活到底咋样？老师把心肝儿好派来给我咋样？那不一样，到时候再晚，他那三个叫我上。人家上两天又不要上，叫我回来好养跟他，都是好养。这两年没有去考，没有参加高考。那参加高考又不行，那天地分的，太老一个人走，太老娘又不会走天的好。所以我跟太老一两个走，我咱一九一那些人，咱一来那些人让我笑，我那咱一笑。一直十五六岁，才是十五六岁，可怜多点肉。我后头我跟他老爷两个走，耽误我的休息。要不是我这女儿啊，那休息最好。说十几岁的时候，那人睡，大人往整天，小人往过年，那咱是就往那过年吃好的了呀，吃点好的呢。平时时候苦，就是想到过年吃点好的，好玩那咱是，当小人不是贪玩的。过年亲人好飞呢，都能在一那儿探出，吃不吃在一那儿陪陪玩玩，那就是高兴。那比吃好的喝好的还高兴。你常年的儿啊、女啊、孙儿啊都不在家，我的给你两个闹闹的七十多岁，叫那个太太八十岁。我这三人到底多孤单，多孤独，你想的多可怜啊。
人脑袋不就是别人的，大脑袋的一不沾好人无木森吃，一不沾好人无木森穿，就是想好人带点肚他的摊主，摊主都妈妈配配人长了七十多岁，能在这么的逛街人太阳已经落山，那是粉一点讲一点，粉一点讲一点，晓得我现在还能活了几年。当老的不就是希望日啊如啊生日啊趁生日啊过得逗过得好平平安安，这是非常高兴的。这脑子根有点问题落到我们的，然后心里是跟刀子较劲的，岁数也不老，心里不出纳，操心，肯定操心根儿的心呀。 Thank you.